雕刻这种物体呢，首先第一步呢，可以先用阿尔法，就是先用遮罩把它画出大概的一个形状，或者用这种可类的方头笔刷进行大体的一个绘制，先把整个纹理的一个比例和造型画出来。这里我直接用笔刷进行一个雕刻，这个根据每个人个人的习惯来自己决定。开启这个那个 Lazy Mouse，然后直接很快的画出一些我想要的花纹，基本上这个大体的布局就可以出来了。然后再用木根据这个笔刷做一些调整。第二步再用这个 Standard 笔刷，沿着刚才我画的这些纹理描一遍，让整个纹理凸起来。因为有了底下的一层，所以现在整个还是有一点的边缘，还可以有一点锐化的感觉。第三步呢，就是再用 clay 笔，不，再用 standard 笔刷，然后沿着凹下去的部分，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整个纹理进行一个勾边，把这些凹下去的地方再强调一下，这样烘焙出来的话。整个的纹理的体积感和清晰度会高很多。刚才是画凸起来的，我们现在把沿着这个凸起来的边，把凹下去的部分再强调一遍。这基本上是我雕刻后面这些配件的话，基本上的思路是大概是相同的。继续的雕刻一下这个。花纹，这样很快就可以出现一个我想要的一个大的基本型。换一种材质来观察，更清晰一点。然后把这个地方，这一步呢，我用这个压扁笔刷，把旁边一些需要强化边缘的地方，我把它给压扁一点。注意这个边缘的倒角，也可以做一点不规则的这种棱角，不需要保留这个玛雅里做的那种。边缘，我们要这个边缘更加随机一点。现在这个中间的部分还是过于平整，我们用压扁笔刷把这边缘再压一下，调整一下大的轮廓。这个中间这部分呢，我用这个一个。扁平的硬边的笔刷，把它随机的画上一些凹坑。这凹坑的话，就更像一种使用的痕迹，就是经常使用这个东西会碰到一些更硬的东西，然后产生的这种随机的一些随机的一些凹坑。然后再用这个 surface 功能，我添加一些噪波纹理，大概比例要注意好。然后把它应用到这个物体上以后，我再进行一些雕刻。应用上去以后，整个物体会有一点点膨胀，所以再把这个线再强化一下。继续的，再用刚才的这个压扁笔刷，把这个一些凹坑的整个金属表面的一个质感再强化一下。现在就有一种这个铜的这种金属质感。因为铜的话也不是特别硬，所以在这里的话，我们有些地方可以做的随机一点。基本上这个东西就大概的雕刻完毕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雕上面这个绑这个布料的一个小的铜环。这个应该是个圆柱体，大家可以开启这个这种圆形半径的
对称模式，大概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调一下这个对称的段数。然后雕刻的方法和前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就是雕这块，因为这个后面比较小，所以我现在想把这个花纹雕的稍微深一点，不然后面如果放在远处的话，这个东西细节就看不清了。因为开启了这个圆形以后，基本上这个工作量，圆形对称以后工作量会小非常多，你只需要雕刻，比如说你开启八段的话，你就大概设计这个1/8的细节就可以了。雕刻这个周边的圆的时候，可以多开启几段，开到，比如现在雕这个圆缝的话，这个细缝你可以开到30段或者更高，让它这样连续性会很强。然后我们利用这个，很快的就可以刻画出这些倒角的细节，还有现在这种细节，看起来非常复杂，但是用这个。ZB 的功能以后就非常的快，所以雕刻这样一个东西的话，可能只要短短的几分钟就可以了。大概把这个周边再刻画一下。所以遇到这个对称的东西的话，大家就开启对称；遇到这种圆柱体的话，圆柱体或者圆形的话，就直接可以开启这种半径对称方式，就这种圆形对称。然后雕刻起来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。好，我们现在来雕，这个一个圆盘的这个形状，这个和前面那个，这因为这也是圆的，所以我就雕，大概取3段。我先把中间这个做起来以后，我取3段，大概只要把这个，把取做1/3的花纹就差不多了。大家也可以根据情况看你学的这个花纹重复性，因为我这是为了加快速度，就取3段。平常是对称的话会慢一点。先把周边这个倒角用高段数把它给做出来，高的这个对称的一个段数。调3个重复数，把这些花纹随机的给画一下，和前面的步骤一样。基本上，整个角色的装饰物的演示步骤，雕刻的方法基本上都是类似的。大家可以看，就是步骤的话，就是先做底面的一个设计，然后上面再把体积感做起来，然后再把这个周边的一些边缘强化一下。后面，用 ZB 的Surface 功能加一些噪波，然后再用这个压扁工具，压出一些撞坑，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步骤。所以这里面我就不再废话了，基本上这个方法是差不多的。压出一些随机的撞坑。把一些边缘的地方给破坏掉，可以加一些凹坑或者是划痕。好，基本上这个圆盘做完了，然后后面的话整个雕刻的过程一样，所以我给大家放一段音乐，大家可以在这个音乐的伴奏下继续的来温习一下整个的雕刻过程。好，